在浩瀚的宇宙里，危机四处，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会有狂派的变形金刚来到你身旁，来窃取你的个人资料呢？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不奇说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733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持续更新《变形金刚》前三部曲的 Legion Class 的玩具。那我在因为一次的机缘呢，我说我没有机会玩过这一款声波。然后呢，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，有一位文杰哥呢，他就把他的这个珍贵的收藏品这一款已经有岁月痕迹的电影第二集 Legion Class 的 Sailway 呢。寄过来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分享。而这个讯息在发布之后的话呢，有一位广东的莫先生，他的话呢，手边呢有这个全新的这个日版的这个系列，而且呢，他就说他有这一款，除此之外啊，他还其他几款一并赠送给我，像这一款，这个应该是这个是 Sideway 吧，他又也送了一盒给我。还送了一个，这是应该是双胞胎的绿色的那一位，还有最后一款应该是这个 Grindle 吧，这个应该是 Grindle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他就把他的这四盒全新的收藏品呢，就从香港，那透过那个一些转运的方式呢，寄到了我的手上，所以我现在手上也有了一款全新的 Sailway，刚刚拆出来，那就也利用这个节目的话呢，跟两位都表示感谢啊。那么，这位莫先生的话呢，他有一个闲鱼的账号，那我就义不容辞的也帮他宣传一下吧。当然他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啊，是我说呢再怎么样我表示一下感谢，那他也不要求什么，就算在这帮他宣传一下他的一个闲鱼的账号，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了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终于的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呢，我从电影第二季以来已经十几年了啊，从来没有玩过的玩具音波，它的造型来讲的话呢，应该是电影，因为电影里头没有他到地球的形象嘛，所以说这个形象也没有什么还原不还原的问题，甚至可以说它其实很像 G1 的感觉，更像 G1 的感觉，因为它的配色是有点蓝色的，而且它的这个地方，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脸像，这个膝盖的位置像不像是电影G1 的一个音波？然后这款玩具的话呢，本身它的可动也不算差，特别是它有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而它的这个头部的球冠呢，这个球冠并不是从身体里面凸出来，而是从头往身体里面扎进去啊，就蛮特别的啊。手臂360度的转动，这个有一个球形关节，然后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。它这个手呢是有参与到变形的啊，全都是磕在内部的。那没有腰身这就不提了啊，脚的话整个是一块的零件。那玩具的话呢，就整体来说啊，关节紧实度也都很好。这款全新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的啊，很棒的一款玩具。特别是它的一个变形之后的一个形态呢，堪称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啊。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变形过程好了。首先，它的两腿的话呢，往两边打开，然后斜肩推进去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给打开，整个的往后面翻，然后呢，后面的这一块部件。这块部件先往下翻啊，这里先翻到这边，再来怎么做呢？手臂这里自己打90度，然后呢转成这个形象之后往上面推上来，整个部件推上来，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凸，那对应边就是有一个凹了啊，那我们就把对应边的凹给弄出来，这个地方先对折，然后呢手臂转成在这里整个给推上来，就手臂的话呢，就形成了一个卫星的一个滚筒，然后呢，这个部件就直接往下压就可以。你看它也只有这个角度可以打了啊，上方把它捏紧一点。于是乎，我们的一款卫星的姿态就出来了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，这个变形金刚的这个赛维的这个卫星的形态啊，这个绝对是做的最成功的一款，对不对？从后面这个地方
轻的这样子，这才有一个在浩瀚的宇宙里危机意识出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才是真的像卫星了啊，真的是。那我就也拿出一款，这个在电影第二集的时候的 Deluxe Class 的这个音波。不过这款的话，因为我有涂装过，所以可能跟大家，你收藏的一个样子会不太一样。那这个玩具虽然好玩是好玩，帅是帅，但它，对不起，连他自己都受不了啊，因为他没有脚架，没有脚架，那我自己把它拿着好了。这个，然后这个玩具久了啊，有点松啊。这个，你看，这是它的一个卫星的形态，跟这个相比，对，一样是第二级时期的，以同时期的玩具来相比的话，这个 Legion 级要比 Deluxe 等级的卫星形态要强大的非常的多。哇塞，这个就很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那之后的SS 系列的话呢，你看已经时隔10多年之后也推出了一个卫星，这个好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反正你就知道这个卫星现在它有多成功了啊，甚至它在这个地方它做出了一个类似于是音波的一个脸在这里啊，所以说它对于这个电影里头的一个还原，不对，应该说对现实生活中的卫星的形态，他是真的有用心去把它给做出来的，这也是这款玩具呢最让人称赞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那就再次的感谢啊这两位朋友，甚至很多位朋友啊，最近都有都愿意呢提供他们的 Legion Class 的玩具，不管是赠送或者是说借给我们拍节目，我都是非常的感谢的啊。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